针对这次整个主题的构想，台湾牛的精神其实一直很重要，可是随着步调跟资讯时间不安的状况下，会压缩到大家只在于现在而忘记耕耘跟累积，所以用时间作为一个主轴来串联，脑中就浮现四个字，立竿见影。跟这次一起合作的艺术家林诗颖一起讨论，决定用这样子虚像跟实像之间的结合，所以随着时间、疫情或现在整体状况的混沌，我们希望让一些虚像的东西构成实像，透过线条式的勾勒，整体它是一个具象的牛，可是其实它是靠很多虚的线条累积出来的一个样貌，我们可以看到影子跟原本的实像之间做的一个交叠，可是它也可能是时间点不一样，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或变化性。我们要怎么在一个会变动的时间里面，让我们的作品不要去改变的话，我觉得金属这个材质应该是蛮能去阐述这个意念。它跟当下社区或者是一般民众之间能产生的串联性，我去预设，或者去希望他们怎么做。疫情的关系或者是整体状况的不安感强烈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可以很 free， 在他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个记忆点。艺术创作其实它有一些力道，像金美湖村这边，它在做一个社区的连结，就是一个地域性的无限广泛延伸。